个包子掉在地上呀。你饿死了，我饿了。哦，对对，要把下面的纸拿掉才行。可是小庞，这包里的线很烫，要小心点哦。填饱肚子之后，两个小家伙继续拍照。好，接下来要拍什么动物呢？就在这时候，啊，你在我前面，当然有。小庞看到一位小朋友坐在迷你马上面拍照。原来只要骑着小马，工作人员就会帮你拍下坐在马背上的英姿哦。哎呀，他死了！哦。小庞把相机交给工作人员，请他帮自己拍照。仔细想想，来到动物园之后，小庞一心只想帮动物们拍照，自己的照片却一张也没拍到。怎么了？完整的轮椅。詹姆斯因为不能骑马，所以请他在附近等一下。戴好了牛仔帽，等师傅把小马牵过来。五。接下来轮到小庞骑喽。